台中的交通是大家心中的痛，要改善台中的交通，需要以人为本，建立安全方便、兼顾绿色环保的运输系统。Mr. B and B 就是要以 Metro 捷运加上 Rail 铁道，结合普及的 Bus 公车路网，搭配 Bike 公共自行车，让复合式的大众运输网从主干道延伸到你家的街头巷尾。未来我们将把三线碳海线铁路高架捷运化，形成环状三手线，再加上捷运绿线延伸到太平和大里，橘线连接雾峰市区到清水，以轨道运输网构成大台中交通骨干。未来的台中将会有八大公共转运中心，承接台铁、高铁以及高速公路的旅客，建立普及的公车路网，让大台中成为一小时的生活圈。我们将新建300个公共自行车租借站，改善600公里的自行车道，提供9000辆公共自行车，让绿色环保的自行车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。Mr. B and B， 捷运、铁道、巴士，加上自行车，安全、人本又绿色的新时代交通网即将出现，改变台中，让台中动起来。我是林佳龙。